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农民营养师苗养生。朋友们，这个冬瓜大吧，至少啊有这个30斤啊。冬瓜啊，在农村呢很普遍，在城市啊也很常见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冬瓜有哪些养生作用吗？什么样的冬瓜呀是最好吃的？以及啊，哪几种人呢是不宜吃冬瓜的，或者说不宜多吃冬瓜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冬瓜的形状呢有圆的、扁圆或者是长圆形三种，品种因冬瓜的重量而定，分为小果型冬瓜啊、中果型冬瓜和大果型冬瓜。皮绿色，多数品种呢成熟果实表面呢有这个白霜啊、白粉。嫩冬瓜和老熟冬瓜均可食用，富含有蛋白质、糖类、胡萝卜素、多种维生素、粗纤维和钙、磷、铁等营养成分。并且呢，钾盐含量高啊，钠盐含量低，既可以呢清热又可以减毒，既可以除烦也可以止咳，在夏天呢还是解暑的好食材。那什么样的这个冬瓜最好吃呢？啊，在挑选冬瓜的时候呢，要选择那种皮色青绿啊、带这个白霜的啊，像这样啊，形状啊要端庄啊，表皮呢这个无斑点或是外伤，并且呢这个皮不软啊不腐烂的。挑选时呢可以用这个指甲来掐一下啊，表皮硬，肉质紧密，种子成熟变成黄褐色的冬瓜呢口感比较好啊，像这个冬瓜就非常好吃。冬瓜营养丰富，养生好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。冬瓜性寒凉，脾胃虚弱、肾脏虚寒的人，不要吃冬瓜。冬瓜不宜生食，女子的月经和痛经期间呢，不能食用冬瓜。大家注意一下，也告诉家里人一声。那你还知道这个冬瓜还有哪些养生作用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留言。具体应用，请遵当地的专业人士，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运用。我是农民，也是名营养师。谢谢你的收看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，记得点一下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